招财进宝财神到，这是个大财神。为什么是这个财神呢？因为刚才我说我们的经济会是一种情况，它是难以捉摸的，像水和火一样，而且它的速度，它跳跃的速度非常快，又起又落的，那么是很难分析出来。因为有的时候，我这不是很多时候，特别是今年的时候，是不能够靠逻辑思维而能够分析出来的，只能够用什么呢？有的时候要靠一些灵感。所以这个招财进宝财神到，就是说他这一种财神除了能够给你智慧，他还给你一种灵感。